天的造型，今天是螳螂女的造型。因为现在是之前大家问我说，就是 AC 的感情状况嘛，是单身，所以今天现场有这么多的朋友，所以今天要让那个天线增加一下天线，然后那个接触那个敏锐度。哦，可以哦，大家看好我触角。哦，真的很狂，哇塞！好，这很微妙，这很微妙啊，大家都捕捉到。其实我还是卖个关子好，等一下让大家直接现场看，我觉得比较酷。可是飞起来那种。哦，比飞起来更夸张。哦，对。你说等一下的表演吗？等一下的表演。等一下表演有特别的特技，对不对？OK， 你会有特技表演？我想特技表演这种事情就交给叮当来好了。对对对，这是今天我跟他搭档的最主要的原因。你说五月天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所以为了表达五月天对超吸力法的重视，五月天特别就在今天合体了这样子。对。对，刚才当然也蛮兴奋五月天要合体这件事情。那我告诉你，不瞒您说，我们昨天彩排的时候已经合体过了。对，什么东西我听不懂这句话。我现在还是听不懂这些东西。